啊，今天是停电的第三天了吧？对，我们都已经适应这个没有电的常态了。街上一出门一辆车都没有，大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像假的。哦，来车了。大家可能除了开车出门，并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。但是加油站都关了，没有汽油。记住啊，第一个路口我们右转，这边有一个修车的，这是修车的邓肯修车。不过今天本来就是礼拜天哈，对，即将停电超过24小时。那到11点多钟的话，就24小时了。一个国度陷入了24小时的黑暗，已经不止了。你干嘛用声音？Cerrado. No, está abierto. Abierto. Pero cómo cancelamos? Con Dora. O con Dora. Con Dora. Sí. Ah, OK. 要进去看一眼吗？我早上就在这吃早饭。去超市。走出来5分钟左右，我们就到了这里的一个迷你万达。再过马路，这里面肯定都不开门。我本来今天就是星期天，不开门也正常。这里其实还是可以很繁华的。今天都没有那种奢侈品店吗？有，那到前面带你看一加分了。我们这里的所有餐厅基本上都吃过一遍了。嗯，这个有中餐吗？有，但是不好吃。你们还没有我们做的好吃，做的比较差。没有。这里面是卖化妆品啊这些的。有那种哎，宝珠。这是一个。有那种化妆品店。啊，哇，有挺好。全是大牌啊！就叫这个，这是连锁的 Las Villas。然后这有卖鞋纸的，不过这是皮鞋，然后运动鞋就是那种对面的那种牌子就有。然后哇，在那边买阿迪会不会很便宜啊？没有。依旧是我买不起的牌子。然后这有个书店，这有个 Furla， 然后还有一些牌子你们很不认识。前面是 Furla， 边上是一个卖内衣的店，一个牌子。这需要我在这买过2套了，不然你不是想看一下吗？最近流行黄色吗？好，前面是几个饭店，回头我们不能从这儿出去，因为前面不通，我们要到那往下去。BS 上面过去，嗯，多多来，
九个十百，哎，不对，九万，个十百千万，九万，对，九万除以五百是吧？对。看着点啊，没有红绿灯的今天。好，走。Demas 是一个加油站的一个小卖部。然后这边有一种饮料叫 Gogada， 是那椰子和冰还有炼乳淋在一起的，很好喝。但是它是开门的，但是没有冰箱，我就很疑惑它怎么卖。哎，对，好香啊，好香啊。那左边有个绿牌子，写了一个 Galla Ciega， 什么意思啊？现场教学。Ciega 什么意思？瞎子。嗯， Galla Ciega 什么意思？盲人通道。放屁！你不说瞎子吗？就这条路没有出口，进去的出不来。哦，这样。所以 Ciega 确实是瞎子的意思。就是瞎子。那他为什么不能翻译成盲人？那肯定不行。那也不是 Galla Barra Ciega， 而且那通道肯定不用 Galla 这个词。那盲人通道没什么正常的。¿Qué pasó?他们在玩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干嘛了呢？在丢沙包，这就是双行的意思。对，这是双行的。所以你看我第一反应是站住不动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但是我看大家的脸上都是笑的，所以我想应该没事儿。你还记得来时的路吗？大概知道。哎，你看这个好看啊，这房子。这个玻璃，这个好像我们那边的。这就是那种 loft， 就是一家就是那么一条 loft， 就是很小的一家。山真的好漂亮，是吧？好像天空想飞过去，就是仙境一般的。你看，你想一下，在那个山峦上面看一下，我们住在地，我们飞上去，这个也蛮好。